大雄也阻止不了你放烟花，你疯了吧？你干什么丢我烟花呀，小猫熊？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王小乐，今天下这么大的雪，我看你还怎么放烟花？只要我坚持与努力，这些雪算什么？那你这样坚持拍视频，会有人给你点赞吗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就算这大雪下一整天，就算我每天吃馒头，这视频我还会一直拍的。只要我的视频能给兄弟们带来开心和快乐就足够了。可是你现在工作也没有了，你该怎么去买烟花呢？放心，你在家等消息就行了，我出去找工作。兄弟们，刚刚我出来找工作的时候，工地老板突然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那里有开挖掘机的活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，咱们先去看看再说吧，走。就是这里了，兄弟们，我去，怎么这么多挖掘机呀？不过那个老板在哪里？哎，前面有个房子。兄弟们，老板给我介绍了一个活，就是用挖机把前面这条沟给挖开，然后就给我一天的工资，这样的话咱们就有钱买烟花了，赶紧干吧。兄弟们，就是这个挖机了，咱们干完了之后拿到钱就直接去买烟花。过了一会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兄弟们，活终于干完了，可累死我了，不过老板呢还没给我发工资呢。哎，是你？原来是你，王小乐。不是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挖机都是我爸的。什么？我爸让我来给你看工资的。那我的工资在哪里？钱已经打你卡上了，滚吧。可恶，兄弟们，他实在是太猖狂了，原来这些挖机都是他家的。哎，算了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我现在先去给你们买烟花去，走。兄弟们，下着大雪，我中午还没有吃饭呢，人家老板正在吃，咱们先进去挑选一些烟花吧。哎，这么多款式，这一个不错呀，兄弟们，算算码，必须来一个。这么多米老鼠，兄弟们，全部给他包圆了。这是什么孔雀开屏呀？我从来没有看过，这是疯狂之舞，拿一盒。兄弟们快看，昨天咱们放的金孔雀特别好看，再来一个。这么大的孔雀开屏，兄弟们，你们见过没有？这一箱必须抱走。还有这一个，兄弟们，像窜天猴似的疯狂子弹，来几盒，捉什么来什么，窜天猴，兄弟们多拿几个。哎，超级玛丽，兄弟们，好久没有放了，来一个。还有这一个，听说和黑虎是一样的威力，咱们拿回去试试。然后呢，家里照明弹也没有了，这次再多拿一些。兄弟们，老板现在正在算账，也不知道我今天开挖机挣的钱够不够。我去，这么多，兄弟们，老板先给你这些，剩下的我下次给你。小笨熊，小笨熊，你快看。哇，小乐你太厉害了吧，又搞了这么多烟花，你哪里来的钱买的呀？只要坚持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，走吧，咱们先把这些烟花搬进去。兄弟们，因为楼上楼下都是雪，所以说烟花只能放在这里了。小笨熊再搬几趟，车里还有呢。你一共买了几箱呀，小乐？那可多了，等一下你搬着搬着就知道了。赶紧，小笨熊，快把这些先放进去。哎，不对呀，兄弟们，我怎么感觉烟花越搬越少呀？我烟花呢？小乐，你快看，那是谁？